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过哥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影制作基地的长途汽车站，很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感觉。我们进去看一看吧。过去你要买票的话，你就是这么买，看吧，上面写的这个发车时间，还有这个线路。你要买票，哎，就在这儿。哎，给我来张去北京的票啊！看它那顶上不有票据啥的吗？哎。我不满意了，你们这票卖的贵，我要投诉一下，就上这里面来投诉了啊！这里面都是工作人员工作的地方，这还有这闹钟，哇，这台灯，哇，这海报。太有感觉了，一下回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我们向前进的时代。这边是候车的地方，哇，这时候的大皮箱，大帆布袋子，中间还有个大炉子，这个炉子很有特色啊。过去都是烧顶炉子，还有煤，大铁签子。这里甚至可以买东西。这是卖的是那个年代的烟。你说有这个跃进牌的，六盘山牌的，仙华牌的，工农牌的，这还有这些吃的，它上面还卖，竟然卖有香飘飘奶茶。下面都是纪念品，有这些毛主席像章，这里甚至卖有雪糕，好了，就欣赏到这里吧。